常说这里好风水，时代变迁和苦难回味，品品其中的好滋味呀，艳阳那高照好明媚呀。抬头看高楼把洋楼紧紧的包围，忘不了煎饼果子的口味，西大良烟有多鲜，米有多贵，甭管他活得有多累，家家户户过得都挺美，可不舍在二秀内，宁可流血不泪。受累宁可自己吃亏，大事小情错一堆，您来慢慢地再品滋味。行啊，天乐，七艺见长啊，拿马换我的炮，有你的，你可别后悔啊！哎，来吧，您这。哟，将，哟，有啊，哎，行啊，老爷子啊，这缓步是不缓步？您这好家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把他弄着点，我没想到您这。天乐，天乐啊！告诉你啊，你把你的空调开开啊，别才没点油钱啊！哎，好，知道。我说的好，你回来听我的，就他那体格。好嘛，那心脏比别人多受多大负担呢，就为省那俩油钱。嘛俩油钱，你懂嘛，自然风舒服知道吗，开空调回家得了空调病。得行，你得上的富贵病吗你。一说找我你就能耐大。哎，四辈儿。哎，好了。哎，怎么的，出事儿了？出你帮我拿个主意。嘛事儿，去拿你主意，那猴少屁股的，你坐坐坐坐，慢慢说。玩手能吗？我们家老爷子没了。不是啊，这，这，哎呀，哎，老爷子不挺好的吗？前两天我还看见他晨练了。就是啊，是啊，你也别太伤心了。是伤心，我伤嘛心？我这还没伤心了，就牵着我一肚子气。这老爷子临了临了了吧，给我们哥几个出了道难题。嘛意思？啊。这不老爷子走了吗？啊，留下一套房子，留下40,000块钱存折，就因为这两样东西啊，哼，我们哥几个翻脸了，就差动手了。哎呀，我说四辈儿啊，你们哥几个值当的吗？平分不得了吗？就是对了，老爷子要像您说那么容易，我就不找他来了。这老爷子那房子一直跟我哥合住，嗯，现在老爷子走了呢，我哥这咱不能给他轰出去吧？你在那儿住，这房子怎么估价？估高了他不干，估低了我们哥几个不干，而且他还说嘛，平常我照顾老爷子，我得多分点钱，凭嘛？凭嘛你多分钱？四辈儿，要让我看呢，谁多照顾老爷子就得多分点儿，你们老头子没准也是这个意思。不不，您这话我就不爱听。怎么的？那分多少为多呀？对不对？有标准吗？再说了，我们老爷子那身体棒极了，平常帮他们接送孩子，用着他照顾吗？谁照顾谁还说不好呢。哎呀，我说四辈儿啊，你们是一奶同胞，亲兄弟，你说为了点遗产打起来了，翻了脸了，你说你嫌寒碜不嫌寒碜呢？就是啊，不好。不是，你说那寒碜嘛呀，我们一不偷二不抢，亲爹给我们留的遗产我们哥几个分配不当，还不行有点小意见吗？这亲兄弟不还得明算账了吗？这事儿要说要怨就怨我爸，千不该万不该啊，不该您说走就走了，这不陷我们哥几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吗？废话，老爷子愿意走啊。你说老爷子走时候，哎，留个遗嘱啊，白纸黑字一清二楚，谁也别偷谁也别抢。
就是，你说说，谁也没长后眼呢，好好照顾人，这说走就走了。得嘞，嫂子，我找我哥说句话。哎，好好，您先歇了啊。哎，走，天朝跟你说。别着急啊，我去忙去了。别着急，我去。哎，四伯，这老爷子尸骨未寒，你们怎么也得把他发送完以后，你们哥几个再打架呀？是，您是吧？没错。哥，嗯，今天我找你来啊，是为这事儿来的。这不老爷子要发送了吗？没钱呢。老爷子留下4万块钱还不够。嗨，那4万块钱还不够，我作死呢。就是，这不哥几个分赃不均吗？那4万块钱不能动。你呢，发个善心，你先借我点钱呢，救救急，反正也不多，2000块钱。不是。这钱的事我跟您嫂得商量商量啊，这个家里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不，你们家有多钱我管得着吗？我就想找你借点钱，也动不着你老底子。我知道。不，你至于的吗？不是，我是哪意思？嫂请示晚汇报，不愿意借直说。你干嘛呢？弄这个有意思吗？你嫂子今儿把钱放股市，明儿把钱放店里头，后天又把钱放别墅了，我知道嘛，我弄不清。你还是老爷们？是。你瞧你没出你那模样，你哎哎，打住啊！不是，没不不不，别说了，死道吧，死道，别死道，死道吧，行吗？啊，不是不借吗？啊，您呢？哪凉快哪待着去啊！哎，四妹儿，四妹儿，哥，你说这唱哪首？我下着好好的戏，我，哎妈妈妈妈妈，您等会儿，您慢走，我想问您个问题，您说我是老爷们儿？行啊，天乐。问这问题可够深刻的啊！哎，妈妈，好，您想哪儿去了？您真能琢磨。我想问您啊，作为一家的老爷们儿，我能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呢？你爸爸他一辈子也不知道咱家有多少钱，嗯、你明白这么些干嘛？你不累吗你？不是，哎、我好牙，你不是死辈儿他们家的事儿，那给多少钱？老规矩。老规矩是多少钱呀、啊？200。啊！哎，程铁乐，这是怎么了？想起来打听这事儿啊？不是，200。我觉得少点儿啊。你说吗？少点儿。200还少？啊！你挣多少啊你？不是我，哎呦，哎，媳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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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你说，你说我挣多少钱了我？不该打听的事儿，你少打听啊！踏踏实实挣你钱。不是，我也得知道我差距在哪儿，我好有努力方向啊，是不是？啊，你这年来挣多少钱都不知道，你心里的好媳妇，你告诉我行吗？你告诉我行吗？我就不告诉你。你告诉我。就你那张臭嘴，告诉你干嘛？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全吐了出去。不是，我啥呀我？你以为你精啊？媳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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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也是咱户口本的户主啊？这个。我要求咱那个财务状况公开透明。程天乐，你厉害呀、啊、你，连户主你都搬出来了，你好大的官儿，你要把我吓死啊你！你亏的是个户主啊，你就这副嘴脸，你要是个地主，你还恶势力呢。不是我说不过你，我说不过你，我不管怎么说，你得把存折拿出来我看看，你就拿存折我看。呵呵呵。才说你恶势力，你就来劲儿了哈，变强是吧？不是我，我给你拿去。来来来，快点，快点，我给你撒，我给你撒，我给你撒，我自己来。妈玩意儿，这才1000块钱，咱家钱哪去了？没有，一共就3000。上月炒股让我给赔了。别逗了，媳妇儿，你别跟我逗行吗？我跟您说整个的，你告诉我这钱哪儿了？没了，这不告诉你吗？告诉你怕你着急。演戏是不是？演戏，你别演了。你再满嘴的跑我手，我告诉你，我急了啊！这个方鬼子抢粮食在的，还打一枪换一个地儿呢。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也是劳动人民啊。这都推翻三座大山了，好家伙，你一年到头挣多少钱都不知道，你这太黑暗了，你太伸手不见五指了。哎，
保密点好啊。这个家庭财产的公开呀，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谨防你骄傲自满。再说了，我告诉你干嘛呀？我告诉你，回头你跟你们出租公司的那帮事儿这么一嘚啵，三千能穿成三班。想要钱呢，打报告啊，在不影响咱们家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同时，酌情拨款。那也得有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吧？你五年计划了，你这行，您慢慢的计划着啊。哎，您未来四年，未来十年啊，您慢慢的计，慢慢的划。干嘛去？就你臭美的这样，哎呦呦呦呦，我都沸腾了。这你怎么还在沉默当中灭亡呢？姐夫，我没招你呀、啊。俺妈一上来不逼的不是严的，这是。是是，你没找没找，我没说你找。不是，稳点声，稳点声。哎，你知道你们家有多少钱吗？我们家没钱呐，真的。做生意嘛，哪有闲钱趴账面上的？我钱包都别的啊，看吧，有几张卡、啊，这透着纸花的。放好，别掉。不找你借钱，不是借钱呢啊，早说呀！哎呀，小这是干的，德行一生一气。哎，我再问问你，你们家谁管钱？爱民呢？你们家不也大姐管吗？这。他们老捧着传统，他们老捧着母系社会，咱们做姑爷的地位低下呀，是吧？光知道挣钱，不知道花钱，多留条心眼儿啊！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啊，像咱们这个，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剩下钱不都是他们家的？对呀，对呀，哥哥，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光顾着拼命挣钱了，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放松了革命的警惕性啊！现在揭竿而起也不晚呐！经过我深思熟虑，我现在郑重地向大伙宣布，我程天乐要立遗嘱了。哎呀，你说你这怎么胡说八道呢？你这是，你这不开玩笑吗？你这是？我没开玩笑啊。我是认真严肃的，我这是严肃个屁你啊！这立遗嘱，这是想立就立的吗？这个啊，这随便一说的吗？这你说这有气人吗？不是，我关键是姐夫，你要立完遗嘱了以后，你每天活着不别扭。我说天乐，你这个小子哈，我这儿还没烟瘾了，你今年才40岁，你立哪门的遗嘱啊？正当年的，爸，不好说，现在老多人都立遗嘱了。预防万一，像我姐夫这开出租，保不齐哪天出车祸，人家多少钱都不知道啊！胡说八道什么呀？郝克奇，你发表看法我可没意见。好模样的，咒你姐夫出车祸。不是，这客气就闭嘴。还没说你呢，好好的安生日子不过，你非得冒泡了你。别着急啊，姐夫，我就在想了，就你们两口子那点钱，值当立回遗嘱吗？费那劲干嘛？四妹他们老爷子那点事儿，你不都知道吗？那多腻歪人是不是？就为那点遗产，好家伙，后来你们娘俩再反目成仇了，成敌人了。那我在九泉之下啊，我死不瞑目，你知道吗？对吗？再者说了，天有不测风云，就那天咱妈还说了，说你司机突然间猝死了。这不平白无故他就死了吗？谁？哎，快拿那抹布把那个臭嘴给你堵上！你说你啊，你这不咒自个儿吗？你这没事找事，你就把我气死是怎么着？你老花，嗯，这继承的继字儿怎么写？哟，您这都是写遗嘱的人了，连继承人是谁还没弄明白了是吧？不许偷看。这遗嘱啊，又不是电费单子，那得等我死了以后才能看啊。哎呀，我正琢磨着，我把这遗嘱放哪儿呢？我给你出主意啊。嗯，做个正大光明匾，镶匾里头。
行，我看行。但你可留点神打啊，别回来像那个清朝皇帝在的四啊十四啊弄不清楚，再留下个千古之谜。没事儿，咱就一个儿子，没那么多阿哥啊，犯不上。保不齐这回呀、啊、你整的动静挺大呀。哎呦，保不齐将来呀、啊、哎这么打开一看呐，啊怎么的，出来老母的哥哥呀阿哥嘛的，回头哎我连拍死你的机会都没有。程铁乐，说实话，有事瞒着我吧。我有嘛事瞒着你呀、啊、爱花，爱花，你告诉我咱家有多少钱，我也好知道死后财产怎么分的。你还越说越来劲了哈。你连咱们家多少钱你都不知道，你写哪门的遗嘱啊你？这田乐说的他也有道理，你说万要有什么意外，咱那仨闺女回来为了遗产回来带赏喝去。哎呀，我就知道嘛，谁要是一抽风，准能把你给扇回去来。你这叫杞人忧天，咱们一个老百姓，也没嘛财产，就这点东西，咱俩死了，他们一平分，不就完了吗？你别担心了。咱们不还是有房子吗？你说是不是？你说这个爱民爱花他们俩结婚，那挨家一个人，他肯定吃亏呀、啊。你自己的孩子你还不了解？咱那俩大闺女心眼多好，她能不让着她妹妹吗？你呀，别先吃萝卜淡操心了。可是呢，是什么可是啊？你死了还有我呢，我死了还有你呢，你就安安分分呢、啊，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别瞎操心，儿孙自有儿孙命，莫为儿孙瞎辛苦。哎，本人所有动产及不动产均属成功所有。均属成功大学毕业之前无权动用，抚养人可从中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在成功大学毕业之后其余款项归成功所有。好你个陈天乐啊，咱俩生活了大半辈子了啊，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为嘛只有成功的？那我呢？不是成功不也你儿子吗？你烧骂鸡了，他又不是外人。外人我还不如外人了，我外人临了临了了还能说个好了，我呢，我干了大半辈子了，我里外不是人。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又急，别急行吗？别急，你听我跟您说啊，听我给您解释解释啊，你得理解我。成功毕竟姓成，那是我的亲骨肉啊。你的亲骨肉？不是，那我是后妈是不是？告你程铁乐啊、嗯，这孩子姓程啊，我给足你面子了。按我们天津卫的老规矩，这孩子应该姓彭。你再讲呀，平常一单挑。老磕磕碰碰的，可是呢，那都是对事不对人的，是吧？我知道啊，你这人虽然啊嘴贱点儿，可你心好。走，我怎么了？我嘴贱呢？我想把成功托付给你，我就放心了。他一直在你那受不了委屈啊，那是当然的事。哎，慢慢，成功，跟成功有嘛关系？如果你们两口子以后没孩子的话，我同意他啊，姓郝，行吧，叫郝成功。郝成功啊，名字挺响亮的哈。郝姐，别让姐夫给忽悠了你。不是姐夫，你有什么话你直说，你弄得我们这心里直发毛。哎，莫大于心死，我现在心啊，全完了，全死了。遗书我也写了，骨我也脱了，我就没嘛牵挂了。完了，我就能安安心心的开花出租了。哎，走了。哎呀，好嘛，知道他开出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堵枪眼儿的呢。哪根筋搭错了？这干嘛呢？这一出。哎呀，这个天乐这几天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我老感觉他这次啊抽风抽的有点不太正常。我也是啊，我觉得我姐夫这几天他的抽风啊跟以前简直是不一样了啊，没羞没臊啊，有点没边儿了。昨天我姐夫上我们这儿托布了。
你知道吧？托孤啊？谁是孤？长发公啊。他说他走了以后啊，让他跟我的信儿，还说呢，哎，莫大于心死。哎呦，爸爸，你听见了吗？小胡子嗷嗷的就把窗户给拖出去了。我们又不是托儿所。就是。今天咱爷俩聊聊，哎啊，哎，你跟爸爸掏心窝子说，你到底为嘛要立这个遗嘱？爸，您别跟我那么一本正经行吗？您这一本正经，我这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不是一样？您先不是，就是感觉您要把我休了才对。你干嘛？我一本正经，你把这个家搅得鸡飞狗跳的，你图个嘛？图个乐？你看看爱华天天哭天抹泪啊，你看着舒服？不是我，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家？切！我跟您说，我就想以防万一。您看四辈他们家，你看弄的多腻歪人，多恶心那是。不是你管人四辈他们家干嘛？人家那是弟兄好几个，吵吵架争争。你呢？你就成功一个儿子，爱花一个媳妇儿，你立嘛遗嘱？你有嘛可交代的？我要是立遗嘱，还凑合能说出个道理来。哎，爸，您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我觉得啊，您还真得立个遗嘱。你想啊，这样将来也省得那姐儿仨回来打架，回来伤和气，是不是？你比如说，咱这房子卖还是留？卖多少钱？留给谁？您想想，还有您那些个那个床底下、那柜子上面那犄角旮旯那些古玩们、字画们，你将来都留给谁呀？啊，哪件值多少钱？你好小子啊，这回我算全明白了。合着你折腾来折腾去是抛砖引玉呀、啊？你就是惦记着我跟你妈那点家底儿啊？不是吧？我告诉你，你还别操心，真到了我跟你妈没有那天，该分你多少就分你多少。爸，您这误会我了，我不是那意思。我误会你妈。我误会你妈，我是误会了你这么些年踏踏实实一孩子，我误会了，啊！我告诉你，咱爷俩从现在开始吃冰棍拉冰棍，没话聊。不是，爸，气死我！哎呀，您这，走，去吧，该干嘛干嘛。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走，换。咱把你那个遗嘱的事儿咱们商量商量。嗨，自从我把儿子托付给你们两口子以后，你大姐就跟我贩子了，还有嘛可商量啊？不，你们不是把成功托付给我们了吗？啊，他这个上学呀、下学呀、接呀、送啊，拿嘛接？我琢磨了，你干脆把那车也托付给我得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好，我今儿怎么了？这前面有死辈儿，后面有你，我今儿是不是遇见小人了？啊！别这么说话，多难听！你们不是把那小宝贝儿托付给我们了吗？是我把儿子托付给你了。哎，回我再把这车也托付给你，合着我们家这点家当就全托付给您了，对不对？哎，那我就受点累都笑纳了吧。您倒享受这份累了，我可得干呢。什么？你这说这么没劲哟。被告自个儿溜达回来了啊，正好省得执法人员再跑一趟。不是我，你说的嘛着三不着两的话，这是。我告诉你啊，我这一天光遇烦心事儿啊，你别给我添堵了啊。我那堵也是你添的。告诉你一声啊，一会儿律师就到。律师上咱家来干嘛来？咱妈争夺抚养权。谁呀、啊？咱妈得了吧，你懂吗？那叫赡养权。儿子成功。
我告诉你，彭海花啊，这事儿，这叫嘛你知道吗？这叫啊，作死的婆子，饿死的汉。你闹都就完了，在家里还弄个外人来哦，这事儿不闹大你不甘心是不是？来了，来了。哎，您好，张律师哈。哪位是彭爱华女士？我。姐，对你丈夫的不幸，我深表遗憾，也表示深深的慰问。您甭遗憾。哦，这回玩大了。您是？郝鹤七。您就是程先生的一旦挑吧？姐，人死不能复生啊，你可要想开点啊。姐嘛呀，还嫌不乱吗？您是程先生的岳父吧？对，我是他老丈人。姐，白发人送黑发人，太可惜了。您老要保重啊！别动，还干啥啊？少说相了吧？还白发人了？我头发没全白呀、啊。您是程先生的？我是程先生他本人。是本人。姐，哎，程天乐先生他没死，他要是死了还不就怎么给我编排了还、哎、反正死不死的吧，反正也没嘛意思了啊。张律师，来，您快请坐。彭女士，彭女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够按照遗产法的程序来进行了。稍等，而是要根据这个婚姻法的程序来进行了，您确定了？我不管按照嘛法，我现在是关心的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如果要是按照婚姻法的程序进行呢，首先是要调解的，就是你们夫妻二人看看有没有庭外和解的可能性。我跟他啊，哈，太客气了，瞎个点灯，白费蜡。那就是。调解失败了，失败，一败涂地。行，那我们走下个程序啊。程女士，请问你丈夫程天乐先生，他生前？他现在倒是还活着啊。不是，是以前你们那个程先生为什么立遗嘱的时候要把孩子托付给郝克奇夫妇呢？您问我啊？问他去。问我干嘛？我昨天不跟您说了吗？我为了让你啊再走一步，嫁个好人家，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吧？你让谁走？你让谁走一步？孩子归我。他不能归你呀、啊。为嘛呢？为。妈，爸，你们要离婚了？完了完了，现在都开始抢我了。走。你爸你妈没要离婚，他们在争你爸死以后你归谁。你说有我这样的吗？我们俩过了十几年了，他一脚把人就给蹬了，缺德玩意儿的，心里根本就没我这媳妇儿他。哎呀，行了，别哭了。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呢留给成功不等于留给你一样吗？不一样大了去了。他还说成功喝西北风去的，还说你说就是程天乐他一分钱不给我们留，我也不会让我们成功喝西北风去吧。缺德玩意儿的，他就是对我不信任，他怕他死了我虐待成功。别哭了，行了，我是成功的亲妈，我又不是后的，我虐待他干嘛呀？我行了啊、哎、你说这个，你就说说这个陈天乐啊，他们俩是立马一种啊，他这是闹得是鸡飞狗跳的。行了，哎呀，行了，这两天呢我也琢磨这事儿，你说这个天乐能是平白无故的抽风吗？他平常啊不是这样的人呢，我想这里头啊另有原因。对，妈，我爸说对呀、啊，
上礼拜铁轮体检去了，别再替我抓住骂病来吧。哎呀，你说，行了行了，爱花呀，你把我的心都唬乱了。哎呀，你说这铁轮半要有三长两短的啊，你说爱花跟成功怎么过呀？你这玩意儿，哎呀，行了行了。我说你们俩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来，爱花擦擦啊！我给你分析分析，据我姐夫这样的表现吧，我估计八成是得嘛绝症了。他，哎呀，我活不了！别哭！我又明白了，他为啥现在把成功托给我和克奇呀、啊？他怕他走了以后，我姐改嫁有负担。别哭！前些日子这天乐还好好的，哎，最近饭量有点下降。对，原来只四碗饭，现在变两碗了，明天就一碗了。食欲不振了，可不？哎呀，有问题。是我还姐，我还特别的爱易怒，特别悲观。对，他不能更悲观了，都邪了医嘱了。来了，我还昨天还让你姐夫给我办身份证上楼啊，他心慌气短的，他脸煞白呀、啊，他。哎呀，你脸煞白呀、啊？那、啊、就是贫血呀、啊啊，心慌气短，食、啊、欲不振。哎呀，他别会是得了这急性白血症了？哎呀，不能啊！姐，你看他晚上睡觉身上有没有那个大出血点儿？有没有？他这几天穿的挺多呀，他闺蜜，那你知道呗？哎呀，他别再是那个妈了，不，他是没到，没到最后结算，知道吗？要不他老问呢，咱家还剩多少钱呢？看他这钱够不够治病呢？别再放弃治疗了吧，他怕家里没有钱呢。我可听说这病啊不太好治啊。哎呀，你说天乐这孩子也是。这时候还藏着掖着，他装嘛硬汉呢？就是呢。哎呀，就是天儿不错呀、啊，还行，就是有点热，我这身上一股股的冒热气，不明原因的发热。这是一条啊！我姐夫，你最近有没有感觉胸闷气短，特别耐累，一累就发晕？哎，你还别说，我最近觉得哎，一干点活就喘。贫血，又是一条。小乐，前些日子你们单位检查身体，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啊？那是，我这几天太忙，没回家去，没办法事。大热天的，你捂那么严实干嘛？春捂秋冻啊，这不暖和吗？怕我看见出血点儿，基本上定性了。你那是自己嘚啵嘛了？哎呀，病得不轻、啊。我跟你们说哈、啊。就是那个前些日就那刘奶奶这儿那二闺女得绝症了，知道吗？悄无声这孩子他就离家出走了。你说是把这家里人给急的哈，这孩子你说你光走了啊，你就不想着家里人是怎么想的？就是人家那正是体谅了家里人的心情，人家才那样做的。你想啊，要不然一家子看一大活人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的，他就走了，多残忍呢！那他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呀，他。哎，妈，您这怎么了？那走的不是我，您这苦难呀，您这。姐夫，要我说吧，你这人吧，其实挺好的。你看，现在才明白是吧？是，现在才明白。哎，艾明，以后我跟你姐打架的时候啊，你得站我这边啊。别吵嘛架呀，好好过日子得了。没几天了，一会儿咱今儿这饭吃的，咱这眼怎么都给眯了呢？妈，主要是这个稀饭里边沙子多，我没头干。
这里头，稀饭里沙子，能刮你们眼里头去？这得多大的风啊！天乐，嗯，乐，这衣裳脱下来，我给你洗洗。不用，昨天刚穿上的，不错。这大夏天的，这衣裳穿那么长时间，它不行。嗨，没事，哪能多事？你甭管了，回头我自己洗洗啊。这光天化日之下的，没有扒人衣服的啊。妈，光天化日，都黑灯瞎火了。不是怎么了？你脱下来吧，我都知道了。干嘛呀？干嘛呀？你这不是都知道了？哎，咱妈跟咱妈，科技跟海民都知道。成功没敢告他。哎呀，这传播速度太快了，这肯定是四辈那样臭嘴。你说让他保密点事儿啊，没门儿啊！你是，我看成功就没有告诉的必要了。啊，这么说，大姐夫是真的。哎，葛谦，不瞒您说呀，我就是不敢告诉你大姐。切，你们也知道，你大姐爱急，知道的冲我嚷嚷的闹腾的，这你们都知道了是吧？咱爸咱妈也知道了。天乐，你呀哈，怕我们担心呢，你心是好的，对不对？啊、也不能说这么大的事儿你自个儿扛着。这没良心的白眼狼！我。你照直了说呗，你撑着，我看你撑到嘛时候。不是，我这不是怕你，怕你得生气嘛。我生气，我生气有嘛用啊？我别哭，别哭，这时候大姐夫还怕你生气呢，对你多好啊！别哭。天乐，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全家坐一块商量商量，有病啊早治，对，还许。能多维持二年，就是啊，嘛商量嘛，不用商量，都老毛病，那这吃点药就好了，没事。平时啊，我老觉得你在这装硬汉，这回我服了，他病得这么重了还不看呢，哈，啊，啊不，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那不用看看嘛，我在家养养就好了。大姐夫。我们文化馆吧，我有同事，他有个姐夫也在医院里边当大夫。他说吧，他这种病吧，哈，他主要得靠养，对吧？但是光养还不行，就是你得吃药，就吃那种中药和西药掺一块吃，结合治疗效果好。你别着急，中西医结合是吧？对对对。呀，您说的还真内行，就是那药膏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光结合还不行。最主要是做化疗，化疗啊，化疗干嘛呀？化疗，不是化疗干嘛？我这病原用化疗啊。天乐，啊，你这个病必须得化疗，知道吗？还能啊，还拖拖，明儿跟妈去啊，明儿咱去。等会儿妈，您说的我这心里直瘆得慌，我怎么了？几位，几位拜托拜托，几位，你实话告诉我，我得的嘛病啊？不是，你实话告诉我得的嘛病？你还嘴硬。不得的白血病吗？啊！白血病啊！这哪跟哪来着啊？我那是酒后皮疹。啊！哎呦，喝着是尿盆里打酒，岔乎了。程天乐，你这个缺德戴帽檐的玩意儿，你作死！就是昨天喝。
喝点酒，起立身揪疹子，我害怕叫你看见制裁我呢。我制裁你？我才没工夫制裁你了。我制裁你，行了，你现在不是没事了吗？嗯，咱俩研究研究托孤的事儿吧。为嘛我就没权利抚养我儿子呢？啊？你看，你看，你看，我是为你着想，这样你的负担就轻了。负担一轻以后啊，你可以走一步，还能嫁个好人家。我呸！你看你说话，你呸呸呸嘛呀你？呸死你我！整天嘴没把门的，我嫁人，我还嫁谁去我？我告诉你吧，我这辈子我还就赖上你了。你说，哎，你说说你，你说你好模样的，你立嘛遗嘱啊你？我不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吗？这老天爷不长眼，万一哪天一出门，咔嚓！你胡说八道嘛呀！我臭死你啊！程铁乐，遗嘱你改不改？给我改，我告诉你，你改你不能改遗嘱。爱华，爱华，你改不改？写好了的东西不能改，你就得改，不能改。你不改是吧？不改哈！哎，别撕，别撕！我没撕，我没撕，你叫嘛事儿啊？不是，我听说你立遗嘱了。行啊，四辈儿，这脑袋瓜干点别的不灵，这消息挺灵通的啊。我也是略有耳闻，我那么琢磨的吧。你说咱兄弟一场，嗯，你老人家走了以后，怎么也得给兄弟留点念想，不是吗？你能不能把你那个优秀出租司机的牌子留给我呀？哎，写遗嘱上，你把这条写遗嘱上。滚！哎，你看老动手，后来伤着你。媳妇儿，高攀不起。媳妇儿，我愧不敢当。我算嘛呀？我不就是一个少饭的婆子洗衣服吗？真是，我既不姓称，我也不姓好，你这不称呼我，不折我寿吗？你听我跟你说，哎呀，你听我跟你说嘛，来媳妇，来我跟你说，来我给你，来我跟你说，你别拧，你看，你看，你看见了吗？这里是存折，啊，我一眼没看啊，我保证我一眼也没看，我要是看了，让我眼里长大蓝疮。又疼又痒，还不能挠，行吧？你看，你看，这东西，我把它撕了，行吗？我把它撕了，我以后再也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我永远不干涉咱家的财政问题了，行吧？咱家这一把手啊，是你是你，还是你？你看看你，烦人！告诉你程铁乐啊。你要真沾大蓝疮啊，我就一封休书把你休了，伤不起那个心啊！是是是，我错了，我下次永远永远不这样了，行吗？其实我是为了你好，你想我能把儿子交给郝克奇吗？儿子跟郝克奇能学出嘛来呀？那还得是跟他妈妈，你看他妈妈多温柔，多贤惠，多漂亮啊！德行。拿着道歉当饭吃，那也得分跟谁啊？跟别人没门儿，跟我媳妇儿那全是我的错，对不对？我跟你说实话，我真是为你好。你想想，你没有负担了，再走一步嫁个人多好。人家谁愿意给别人养儿子呀？你又当爹又当妈的，你多累呀！行，干嘛你说那么热闹，就跟你看比赛的？我还不知道你呀，就你那臭脾气。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只有把你的后路咔嚓给断了，你就该为自己着想了。我告诉你啊，铁乐，你要是真为我好，以后啊，你少跟我提档这事儿。行，以后永远不提了。谁疼着谁，谁惦着谁？他是片伟大是场戏。三个闺蜜一台戏，各是各忙。吵了斗嘴，叽叽嘎嘎，你点什么？他想发财，我就供孩子。折了骨头连着筋，那是没说的。大姑爷他开出门，满街去溜达，别别唧唧，嘻嘻哈哈，是个热心肠。嘴上把子不管多远，免费送你回家。遇上冷子跟你玩命，不喊不叨的。你该有，你哄也哄不走。
们最爱说一句话，你猜谁说的？像一个家。半个。